朋友们大家好呀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手上的这个指甲油，是一个偷偷的烟熏玫瑰粉。我很想要展示一下它有多好看，所以便在镜头前晃动了起来。它是 Jenish 的65号，质感是很透很透的那种，是有一点点灰灰的粉。包装上说是添加了甲硅胶的成分，所以可以做到60秒速干。我大概感受了一下，的确干得挺快的。它干了之后会很亮，即使不涂顶油也是水亮水亮的。但是还是推荐大家涂顶油，因为如果不涂顶油的话它会掉很快。差点忘了说，它不用照灯哦。涂好之后就这样啦，如果涂成渐变会更好看。